这十年来，台联对这个马英九无经过台湾人民的公投的同意的签署恶法，提出严重的这个抗议。对这个马英九的骗局，台联党会使讲始终领先大家，坚持台湾主体性，做一个起码保台先锋。所以这场的选战中间，台联党会使讲扮演台湾的顶台角色，予人非常的钦佩。拄啊，大家真侪人拢讲到，阮台独人民黄兆东主席，伊不幸过身，但是伊生前呢，伊公开表示，即大家拢讲，即三张，即个选举三张票，总统就是爱蔡英文主席来取代马英九，开个立委，咱来支持民进党。但是伊相重要，伊伫咧强调，讲第三个政党票应该倒来予台联党，予台联党会当入去立法院，来发挥因前个呾坚持的即个政治立场，予台湾毋通行了毋对路去，这是台联党非常大的即个贡献。我想讲，大家来做伙来支持这个做法的时阵呢，我想这就是咱今仔日会当予台联党党庆上大、上有诚意的礼物。